特别荣幸来参加这个活动，来讨论一下女性的问题。这问题应该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愿意谈这个问题，但是不一定所有的男人都做得好这个问题。英国是个很了不起的国家，我在路上的时候在想，很少有一个国家一个女皇和首相都同时代是女性，而且这个国家有很多了不起的各种各样女性科学家、女性思想家，甚至女性的作家。我那时候学英文啊，最早的英文的这个有一本小说是一定要看《简爱》，到今天的《哈利波特》，所有的女性其实在英国的历史上对整个历史的进步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在英国的女性从裙子变成了裤子，推进了整个历史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呢，女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越来越关注的